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蒋介石集团的国民党军发起了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大决战。11月2日，第四野战军占领沈阳，东北全境解放。与此同时，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外交战线也开始了破冰之旅。大石先生，大石先生，傅先生，大石已经休息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不行，事情紧急。大石先生，亲爱的傅，出了什么事？大石先生，您看看这个，中共的军队闯进了我们沈阳总领事馆。马上回电沈阳总领事馆，此事涉及到美国的尊严，绝不让步。你就是瓦尔德先生吧？给你一个提议，你们警卫的枪里最好不要种子弹。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接管了沈阳，会保证你们所有外国侨民的安全。你们的武器万一走了火，会给自己带来危险。Okay, guns down, guns down. You are 沈阳军管会副主任、沈阳卫戍司令伍修权。Nice to meet you, General Wu. As Consul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Shenyang, allow me to register a stern protest with you. 对不起，瓦尔德先生，你的美国总领事身份，目前我解放区政府不予承认，所以你没有资格对我提抗议。You're not in position to protest. All right. General Wu, let me remind you that the radios here are the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m not entitled to hand them over to you without the express permission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f you confiscate our radios, we will not be able to maintain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瓦尔德先生，你太健忘了吧？我方于16日对各国领事馆发出通知，并不是说要没收所有的电台，而是代为放款。一旦战争状态解除，会立刻归还。至于你说的与外界联络的问题，我们也已经说得清清楚楚。重要的电报由我们审查批准以后，由新华社代发。I am sorry, General Wu. I am simply not able to hand them over to you. 好。那么，瓦尔德先生，我想再提醒你一下。我方发出的命令以36小时为极限，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明天中午1点，如果你们还拒绝交出武器，我会派人来取。这个武大胆儿，这回啊是铁了心要摸美国人的老虎屁股。主席，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个领事馆里所谓的很多外交人员，都是美国中情局和军方的特工人员。回电伍修权，我解放区政府与美国政府目前并无外交关系，因此，旧领事馆在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一切权利，我们均不承认。傅，什么情况？中共方面说，如果明天1点之前交不出电台，他们就要采取强硬手段。真没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会发生在我的任内。白宫很关注此事，杜鲁门总统今天就要召开紧急会议，
跟这个人联系，告诉他我会写一封信，让他亲手转交给周恩来本人。好，我马上去联系。吴秀贤发来的电报说，美国总领事馆提出抗议信了，说电台属于美国政府的私产，它的保管和使用权必须归总领事一人负责。美国人的算盘打得精啊，他们采取强硬态度，阻止军管会没收电台。如果我方让步，必然这些西方国家的气焰就会大涨，就会得寸进尺，那我们今后的外交也会陷入极大的被动。但我军管会人员强行进入领事馆没收电台，那美方必然会借此事在国际上大造舆论，攻击我解放区政权，掠夺外国财产，必然会造成所有的外国驻华机构的恐慌，也不利于我们今后的外交局面。也就是说，这一局的博弈，无论是什么结果，美国人都要当赢家。哼！看看这封电报，什么时候到的？就在刚才。重新谈判的时候，我见过斯图雷登。哼，这位燕京大学的老校长，放着令人尊敬的教育家不做，非要去趟这滩浑水，可惜了。是啊，这个斯图雷登啊，在我们中国多年，很善于把握时机啊，他也想借此事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对不起，这个机会啊，我们现在不能给他。贾英啊，哎，主席，给吴秀全发电。梅林馆拒不交电台给我，其目的在逼我入馆强取，造成我进入梅领事馆搜查及强取美国政府财产的两种借口。我之对策应当立于主动，如该旧馆人员拒绝交出，我们即实行全馆检查。我人民政府对现在沈阳至美国旧领事馆人员只当作外国侨民看待，保护其居住安全，并非正式往来。报告武司令，一共收缴9台无线电发报机，其中7台便携带式，此外还有部分手摇雷达和辅助设备。I protest. I seriously protest. 我再次向你们提出严重的 press conference and invite reporters from all the countries in Shenyang to expose your atrocities to the world. 好。Fine. 瓦尔德先生， Mr. Walt, 我完全支持你的建议。What? 这个新闻发布会我们可以共同张开，来的记者越多越好。What did you say? 说什么？ You will also hold a press conference? 新闻发布会。没错。而且我会在新闻发布会上把这些电台全部展示出来。我想请您回答，一个领事馆怎么会需要这么多的电台？你们到底用这些电台都做了些什么？另外，我还邀请了你几位朋友，把人带上来吧。怎么样？这几位不用我多介绍了吧？佐佐木弘金、吴仁杰、吴延仓，都是你领事馆的常客，也是你瓦尔德先生的老朋友。我今天才知道，他们还有另一种身份。国民党保密局沈阳站顾问，我想把他们也请到新闻发布会上，让他们也讲一讲。Well, General Wu. 好了，吴将军。If I have offended you, please forgive me. 还请您原谅。The United States Consulate General in Shenyang will accept any punishment from the Military Control Commission.吴司令，何子峰前来报道。欢迎王爷。在延安的时候我就听说了，社会部李克农部长的手里
掌握着一名王牌特工，此人的保密层级为最高级别，知道他的人，算上毛主席、周副主席，最多也不超过五个人呐。您见的是第六个，快请坐，请坐。子博，王密局沈阳站这次全军覆没，你立了首功啊！我代表沈阳人民谢谢你。这样，今天晚上我们好好庆祝一下，一醉方休。吴司令，这个酒啊，您给我留着，等我回来，我们再一醉方休。你要走，去哪儿啊？淮海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我如果再不去的话，可就赶不上了。是这样啊，那就不用着急了，你就踏踏实实把这个清空酒喝完了，我派人送你。不过，不是送你去淮海。周副主席来电，点名让你去西柏坡，向中央外事组报道。中央外事组，这个绿头苍蝇，没想到这次任务还真的藏着一个共党分子。你的这位德国同窗，还真的藏得很深啊，害得我被蒋公子骂的是狗血喷头。今天，请你告诉我，你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人吗？属下不知，我跟他只是曾经。我知道你跟他是十年前党国派往德国受训的同窗战友，党国信任你们，精心地栽培你们，可是他居然背叛党国，背弃信仰，真是可恶之极。蒋文熙吗？明天，现在我们俩的脑袋都拴在了委员长的裤腰带上，要是再完不成任务，你我全都吃不了兜着走。卑职明白。明天，你再告诉我，你是不是共产党？请局座放心，我海云天对党国的忠心，天地可见。好，海云天，我命令你，现在启用你这条线，为了党国的大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是。周副主席，你们就再考虑考虑呗。没什么可考虑的，怎么？你是嫌现在在中央外事组工作屈才了？没你在保密局的位置高。那你回去吧。不是，周副主席，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也不是说想问你要什么职位，我的意思是说，您就算不让我上前线，您好歹把我这身军装也给我留下，行吗？子枫啊，不要小瞧外事工作，做一个外交官，就是个不穿军装的军人。我跟蒋尚同志说好了，开个欢迎会，欢迎。今天啊，咱们外事组啊聚个小餐，主要是欢迎何子枫同志入列参加我们的工作，大家欢迎。大家好，我是何子枫，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子枫，坐坐坐。子枫同志啊，和熊向晖同志一样，都是我党潜伏在隐蔽战线的一员干将啊。子枫同志，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外事组的同事。这位是张文俊同志，欢迎欢迎，你好。那位是张汉福同志，你好，欢迎欢迎，你好。这位是王炳南同志，你好，你好。这位是乔冠华同志，本人就不用介绍了，我跟子枫是老相识了，是吗？没错，当年啊，老乔在德国杜宾根大学读哲学博士的时候，我还经常去他那儿请教呢。你可别信这小子，他哪里是向我请教啊？
那个时候啊，我写国际时事评论，我只要一发表文章，哎，准跑到我宿舍里，把我那点稿费啊，实行三光政策，吃光、喝光、花光。哪有？周副主席。哦，音乐啊，哎，你们外事组晚上不是聚餐吗？你怎么还没去啊？我搜集了一些外国媒体对沈阳事件的反应，主席让我尽快翻译好，给他送过去。翻译好了吗？翻译好了。我正好去主席那里，我帮你带过去。啊，快去聚餐，去晚了什么好东西都吃不到。是，快去吧。好。龚大姐。啊。咱们也不是外人啊。当年在重庆，我奉戴笠的命令，我主要的工作就是监视和跟踪你。你当时所有的行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是吗？我当时是知道有特务一直在跟踪我，哦，原来是你啊！哎，我告诉你啊，他可是在德国受过盖世太保训练的高级特务啊！哼，哎，我跟你们说啊，当时我们龚大姐啊在重庆啊，那可是殿堂级的人物，每次新闻发布会的时候，那说可都是有理有利有节啊。我还记得啊。当时有几个美国记者，这整天就是围着龚大姐身边转。哎，这要不是我知道老乔跟龚大姐约着会了，我这都差点爱上龚大姐了。老乔早就跟我说过，说你小子油嘴滑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林月，林月，哎，来来，快坐，快坐。对对对，坐坐坐，小林。林月啊，我给你介绍啊。这位是何子峰同志，子峰啊，这是我们的翻译啊，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啊。你好。你好。你们认识啊？这小林。以后啊，大家就在一个锅里搅马勺了，有的是机会说话。今天你先吃吧啊，来，来，赶紧来吃点。咱们今天啊，以水代酒，欢迎何子峰同志入列。来来来，好，干杯！来来来，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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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欢迎啊！阿月。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这些年你过得好吗？我挺好的，谢谢。当年的事情我还欠你一个解释。不用解释，现在你的身份已经解密了，我完全理解你当年的苦衷。但是有很多事情你并不知道。子枫，我结婚了，爱人是不对的。看你平安回来，我替你高兴。我先走了。阿月，我祝你幸福。1949年元旦，正当西柏坡军民载歌载舞。迎接新年到来之际，
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贺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向盘踞在淮海平津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总攻。那天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他们虽然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打开它，听听也无妨。知道什么叫知耻而后勇吗？给我拿杯酒。父亲，您平时不是不喝酒的吗？今天例外。父亲，新的一年对我们将意味着什么？保住划江而治的半壁江山。划江而治，半壁江山，可满足不了他毛泽东的狼吞虎视。父亲，依金国拙见，目前中国的这盘棋并不是我们与中共的角逐，实际上现在是美国、苏联那两股势力在中国的角逐，他们是想得到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你在俄国待了这么多年，凭你对斯大林的了解，你认为他和毛泽东会搞到一起吗？斯大林这个人应该说是高深莫测，他的所有行事从来不按照常理出牌，但是以金国之见，毛泽东其实不是斯大林心目中的中共理想的人选。陈雷啊，关于我访苏的事情，莫斯科有没有什么回电啊？还没有，我已经交代令院了，苏联一有电报来第一时间交给我们。嗯，政府主席，主席，斯大林同志回电了。啊，怎么样？斯大林同志定下我访苏的日期了吗？斯大林同志说，中国革命正处在决定性的关头，您作为最高统帅，不宜离开。斯大林还是对我们有看法，他在好几个场合公开说过，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主席，苏联政府还传了一封国民党政府给苏共的信以及苏共中央的意见。这个斯大林同志啊，建议苏联拒绝国民党的建议，我们认为应当理直气壮地戳穿国民党的和平骗局，在当前的形势下再采取这种回避的手段，只会是弊大于利。有请主任。Судя по всему, Мао Цзэдун не очень доволен нашими рекомендациями. Он только и ждет, чтобы поскорее получить в свои руки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власть. И даже не понимает, что если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Америк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и другие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страны, открыто поддерживающие Гоминьдан, вмешаются в гражданскую войну в Китае, это отразится на всем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лагере и может обернуться катастрофой. Значит так, отправляем товарищу Мао Цзэдуну телеграмму, что я полностью согласен с его точкой зрения. Ты, Микоян, вместо меня едешь в Китай и лично доложишь товарищу Мао Цзэдуну о нашем плане. Срочно! Слушаюсь,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Пиздуй.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Мы же эти победители не судят. Наш посол в Китае, товарищ Рощин, он считает, что Мао Цзэдуну доверять нельзя. Есть основания полагать, что он станет азиатским Брос-Тита. Я разберусь с этим отчетом. Я ознакомлюсь с отчетом. А ты передай товарищу Рощину, чтобы следил за ситуацией в Китае. И в случае каких-нибудь изменений срочно докладывал лично мне. Хорошо, товарищ. Свободно.真的决定要下野了吗？来，帮我看看这份下野的文告，有何不妥之处？父亲，我不想干。你觉得？他李宗仁能收拾得了这个烂摊子吗？历史上本来就有于陶唐推位让国之佳话，我现在也确有让贤之意，就看他李德林是否有得贤之心啊。父亲，这可不是让贤的问题，这关乎到我们中华民国的前途。这件事情，经过恳请您再三思。现在这个李德林正跟斯图雷登密切的接触呢，美国、苏联、英国，他们三国都准备出面调停我们现在所谓的内战。这一切就让他李德林去应付吧。他以为毛泽东能听他的？毛泽东就可以不打，毛泽东就可以不过江吗？您能再考虑一下吗？我意已决。父亲，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三十六计，最后一计。擦干你的眼泪，马上去台湾，协同陈诚一起布局。另外，把中央银行80万两黄金运往台湾，以备最后不测之用。知道了，父亲。龚鹏同志，如果说起咱们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史，你也应该算是开拓者之一啊。哎呦，主席，我可不敢当。抗日时期，你在重庆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官嘛。我去重庆谈判的时候，
这不都是你负责安排，我去见了很多重要的外国客人吗？主席，我们那时候的外交啊，也就是半外交。很多外国记者啊，都把我称为在野党的发言人。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很快就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要挺起腰杆，扬眉吐气的办外交。我找你来。 就是想听一听你对未来新中国的外交有什么想法。主席，您这个题目太大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那咱们说具体的。你对我们目前已经公布的外交政策有些什么看法？我觉得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必须的。 我们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是不可能承认国民党政府的那些旧的外交关系，但是另起炉灶是说国民政府里的那些外交官员我们都不能用吗？主席，苏联的米高扬同志马上就要到了，正副主席请您过去，说有要事相商。啊，你看看，刚开始就打断了。好，咱们以后再说啊。好的。哎。 工鹏同志，你对外交方面有些什么想法，随时来找我啊。好的，主席。Я получил поручение от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我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 Во-первых, поздравить вас с одержанной победой. Во-вторых, выслушать мнение ЦК КПК 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о следующем шаге в развитии ситуации. 谢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 感谢斯大林同志派米高扬同志来到我们西柏坡，和我们一起研究问题啊。На этот раз я привез с собой лишь свою пару ушей и не обладаю решающим словом в обсуждении. Надеюсь, вы меня за это простите. 希望中国同志们原谅。米高扬同志啊。 随着我们的解放战争顺利的向前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朋友。但是我这里说的朋友呢，是对我们报以同情、支持和理解的朋友啊。我们有句老话呀，一个好汉，三个帮。中国革命需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 因为我们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嘛。Когда ваша партия получила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власть в свои руки, что вы думаете насче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的把它比喻成一个家庭，这个屋子实在是太脏了。 柴草、垃圾、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啊！解放以后，我们必须认真地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啊，从各个角落，以至于从门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的加以整顿。 再请客人进来，当然了，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一点进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清理工作。但是别的客人，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来。Метафора товарища Мао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а. А позвольте узнать, какому типу гостей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СССР? 当然属于可以先进屋子的。 真正的朋友。现在啊，对我们探头看脑，想把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大有人在呀。但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是想进来抓几把，同时也为了把水搅浑，浑水摸鱼嘛。对于这种人。 我们是不欢迎的。<笑>
刚刚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发来的电报啊，傅作义将军自今日起开始从北平撤出他的军队。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世人瞩目的一件大事啊，我们不能这么悄悄的换防，应该搞一个入城阅兵式。好，主席啊，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啊，咱们既然要搞嘛，就要搞得隆重一点。把咱们缴获美国人的坦克大炮都给他亮出来。如果搞入城式，那你们说我们的入城部队走哪条路线合适啊？参加入城式的部队一定要经过这里，东条明器啊。对，当年八国联军侵华，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同英美德日等11个帝国主义国家公使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把天安门东侧的东条民巷划归各国，从此这些洋鬼子在这里修军事、造碉堡、设银行、成立警察署，这东条民巷就成了国中之国呀。是啊，成为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在北平的基地呀。我们的入城部队经过这里，就是要震一震我们解放军的雄风，长一长我们中国人民的志气。对，让那些帝国主义者们知道，中华民族任人欺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Remember correctly, the tanks and artillery in the film are the latest weapons we sent last year to assist Chiang Kai-shek. And now they're already being used to equip the communists. It's just ridiculous. And the situation has gotten even worse for the past 2 months. We must not allow Chiang to gamble the reputation and the money of the U.S. We must make a decision to give him up.Do you think it's possible for us to get in touch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Yes. Stalin's secret envoy, Mikoyan, made a secret visit to Shibaipo, though they have not formed any official alliances yet. So we must make our own alliances as early as possible. So you think it's possible?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we got,The opinions on CPC and Mao Zedong are still very divided in Moscow. And the Soviet ambassador in China holds Mao as a tough nationalist and most likely to be the next Tito. The next Tito? Yes. Anastas Ivanovich, я чрезмерно вам благодарен.Надеюсь, эта поездка в Китай удачной. Вы лично говорили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стретился. И 2 дня и 2 ночи провел в личных разговорах с ним. Прошу вас. Ну и что это за человек? Этот человек произвел на меня очень сильн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Его прямота превзошла все мои ожидания.Во время разговора он не скрывал чувства обиды на нас. Он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в прошлой борьб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за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линию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е Москвой руководящие кадры избрали путь догматизма и нанесли огромный вред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А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стремление Мао Цзэдуна наладить нов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Китаем весьма искренне. Он выражает
огромную надежду, что под е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ему удастся построить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 военной сферах. Как ты считаешь, мы можем ему доверять? Я думаю, доверять можно. Мы